你有不喜欢吗？我也觉得你习惯坐在左边还是右边？我都可以。不换，不要，不要。你推荐的人肯定喜欢坐这边，不用试试。没事，不要，不要。换吧，不要了。所以你的剧本那么喜欢嗓子太厉害了。说你那时候受伤了。说刘亦豪的剑感。您看过我的表演之后再决定我演什么角色。这是我们两个搭的第一场戏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战场上。男主角马上奔赴沙场。我还蛮喜欢这个桥段，就是他最后迷掉。还有你这个反应，我觉得超级棒。自己很开心，怎么回事？我们两个看的是别人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看的那个，我们想的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我们的生命都在这。强，小兰。可能，我就在之后，哇塞，我们都没有机会再相见。可以再多说几次吗？我爱你。